我应该好好答谢你呀，免谢多谢，见客不求，心生不安。看你也无代志啊，要无我即时都要离开来去。且慢，姑娘我讲过，你竟然解救伊我，唔知你叫何名是？我名叫做关秀姑。原来你是叫做关秀姑，嗯，真是好名。看看你旁边也无荷花书架，原来无安尼是。你解救我的性命，我就应该以亲答应了。对不起，喂，啊你这个人啊，哈，我叫你的性命，那你竟然搁要以亲答应，歹势，这边的人一定有荷花书架。你有荷花书架？你有荷花书架嘛？卖你的身躯边，讲遐尔济嘛是多余的。这间厝内个你甲我尔。既然你救我，我讲过我要以亲答应，应该是由我来照顾你。啊！你这人啊，这么阿爸哈，靠，够幸运嘞！
手，你哪有可能听到遐个讲话？我甲你讲，我爱就是我爱啦。这是不然，你爱知影，孤男寡女，共处一室，打茶烈火，用笔也无才调离开我手掌心。哎，这种臭老娘，你甲我尔，你想要离开，来看要放你走无？啊，你这人这么可，我有看我走你哦。真是的，昨天来跟他走嘛，我可知影我是查甫人啊。试看卖呀！哎呦，我就就爱试看卖的，你啊你。是你有恁个惊我，你起要叫我走啊？我这有火来不及，哪有可能会走嘞？哈！你真可爱，救人啊！先卡要卡袂落去，唔知是变怎？哎，你这人真可爱嘞呀！我唔是可。那是正人君子，没有这少年的帮助，得到你的身躯嘛，得不到你的心。我虽然问你是歹，要跟我做一夫妻无？真是爱我，当然嘛爱你。真是爱我，看到你头一面，我就介意你咯。真实的哦，对啊，看你安尼生哦，真性格啦，嘛袂歹啦。多谢你的儿子。那你讲，是是啊，你跟你做阿妈婆呀，当家人。你嘛得爱教我，会得培养感情。培养感情是过久啊，即马感情话就是快速的。安尼哦，对哇、啊，快速的嘛用嘞。要不你耳仔靠我来，我讲细声话哦，你听。谢谢，要讲细声话。那、昨天来讲细声话，我足介意听。好，代表你温柔体贴。谢谢你哈，靠我来嘿，我偷偷讲给你听。好。你目睭红条的，我也不知道你是什么人，原来是高门秀女啊！哎呀，苏梅秀姑啊，哪这么生气呢？还在跟你本身笑的，想要考验你跟我的感情是不是完赛呀？真实的哦，对啊，你这破老太婆，你没想过吗？你初中考上了吗？拢全无意思呢。那会用电哩，习惯性。我甲你讲，我吼为你过年烦恼的，五谷比未分销，四处咧走出哩，遐哩技能来到这都啥物调戏我？不是调戏，我有讲过啊。我自从离开三乡了后，我思思念念也是干那想顾你尔，也毋过家庭的代志想过些，一台操劳，不过性命危险，似乎相救，有命存在，当然想要报仇。你要报仇的心肝，当然我嘛体谅会到，所以放心，今仔咱已经见面啦。不管有甚么款的困难，秀哥，今朝你的身躯边会当甲你斗相共，是不是啊？咱的秀哥，有比咱两个人的爱，一定经过重重的考验咯。是啦，你拢这么啊爱试探我，好干脆我拢无变心。我就怕你变心的，你敢知影？这你放心啦、大爱人只有你。自信不移，感情一旦付出，那是要收回是真困难。是啊，我真心要对你，不管恁哥哥变成如此，我嘛替你真唔甘。叶哥，唔甘莫唔甘，我即马只想尽办法，会当复回我的家庭，找到烈仙甲我的小妹。以前我的代志，我也无想多疑，尤其是他文报之事，我想尽办法真来解决。不过秀哥。怎样？再出东风，希望今仔日天天微笑，一个草料，再度证明咱的爱情。怎样？